现在啊，在白河加油站，白河加油站，然后七个电池，车轱辘都抽不见了啊！今天这个天气，大家能少出门还是少出门。鱼菜路上水，看那水再聊吧。车也报废了，水都淹到这哈了。我搁楼梯儿，跟俺家楼梯儿拍视频，恁瞅瞅这大半夜，现在两点多了，我真是睡不着了，我吓死了都快。你说这电力过不去了，这也出不去了，这设计已经这水你看，已经一马平川了。我现在搁楼顶里拍的视频，这已经半夜两点，恁说这吓人不？这人已经应该到都到腰带上了吧？哎呦，这咋办呢？你说这咋办呢？这吓人不？你说，白吓了，白吓了，老天爷呀！你说我这会儿搁楼顶拍视频，你说现在是一马平川呢。哎呦，求求老天保险了啊！别再下雨了，吓死人了都快！哎呦，你瞅瞅，真是吓死了都快，真是水呀！和俺孩儿他奶奶已经进水了了，这会儿住都住不了了，已经进水了。恁瞅这个地儿，现在这是北站外这个地方，恁看着底下刮的东西，恁就知道这水有多大。现在是风雨交加，我现在在二楼拍的视频。哎呦，洪水无情人有情啊！你看那个地方，哎呦，吓死了，都别下雨了，中不？不能这样啊，这叫老百姓好好过个踏实的。哎呦，吓死人了。恁瞅瞅这车都快淹住了，别吓了，吓死了。哎呦，这咋办了？大家看一下南阳社区现在的这个水有多深。现在基本上你也看不到我的脚了。然后是轮胎三分之一的地方。这只是我们这个一个小区域，我家没见过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。这会儿是凌晨的3:30啊，已经彻底沦陷了，雨还一直在下，社区的雨下的真的太大了，屋里全部沦陷了。儿子和我一直奋战了将近3个小时。电也停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给大家拍不出来里边有水的镜头啊！希望老天爷不要再下了。这都是红旗路啊！这是世纪广场，水站在台阶上还有这么深，如果下了到眼儿应该到腰。你看看那水多沉呢，瞅瞅那水多沉，你瞅那水多沉，哇！这是饶亮东大桥那个河，那边是学校，学校那个操场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淹着操场了。我给你拉近点，你们看看，这桥牌都快淹没了。大家看看，看看我现在的状况。我的天哪！我在游泳，我在游泳。看看汪洋大海，大家伙都听到上游的烟根一会儿要崩塌。你们叫大娃都拉上朝村委会那边去，那边高些。一会儿屋里都咱们本人去了，不安全了啊！都叫大娃都拉上。昨儿下真大雨，都没来及时。你说今儿天晴了，真多水，啥情况呢？我的小电动车也没来人帮忙推，这还要帮忙。
个小广场种的树都全部被淹没了，你看树都淹到哪儿了，看跟垃圾桶指示牌，你看都成啥样了，这你说人敢下去吧，下去被冲走了，都好危险呢、啊、看。33年了，早在水里边吃饭也是没水了，到膝盖位置呀。你看这加肥肥呀，你看。斤，这专家说能打一千五百斤，我靠你娘专家，你妈那逼，你跑地来看看，靠你娘打一千五百斤，打你娘那逼，靠你娘的，你那光说瞎话，哎。这专家说能打一夜娃子呀，看看这下了一河事还在下呀，老河口已经沦陷了，到处一片狼藉，我的个妈抓爷呀，到处都有泡水池，看看这个骑电动车的还怪猛的，我的个妈抓爷呀。